救我！我让你别过来！我让你别过来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到今天，你还以为叫他有用吗？温竹流，你不会真以为你能在我的手底下保住他这条狗命吧？拼死一试。好一条忠心耿耿的走狗啊。知遇之恩不能不报。笑话，凭什么你的知遇之恩要别人来付出代价？
不是说好在山脚那个破镇子汇合吗？我等了你五天，连你的鬼影都没见着。这三个月，我怕极了。前些日子，我和蓝二公子偷袭了不夜天教化司，他们说你被扔进了乱葬岗。我要是被扔进乱葬岗的话，我还能活着错在这儿？那倒是，被扔进去的人就没有活着出来的。那他们把你抓去哪儿了？夷陵还是不夜天城？还有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是吗？我变了吗？也没有吧。不过这三个月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前些日子我和蓝二公子夜袭围杀温珠流，结果被人抢了先，没想到会是你。那些符篆也是你改的。如果我说我逃命途中进了一个洞穴，那个洞穴有个世外高人留下来的绝密典籍，出去之后就能大杀四方，你信不信？得了吧你，传奇画板看多了吧？哪有那么多高人，遍地都是密洞秘籍。你看，说了你又不信，剩下的我回去慢慢跟你说。也好，以后再说，回来就好。沿路追杀温氏门生的人是不是你？是又如何？那夷陵那些符篆也是你改的？你是用什么方法杀了他们？蓝二公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为何弃了剑道改修他土？回答。我要是不回答会怎么样？蓝湛，咱们刚刚久别重逢，你就这样兴师问罪不太好。自从岐山玄武一别数月之久，你就算不惦记同袍之意，也不应该这么绝情吧？回答。我说了你们又不信，具体的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。那就跟我回姑苏慢慢说明白。姑苏？你是说那个界规三千多条的地方？我才不要去，我更喜欢云梦。韦英，你不要故作玩笑。蓝二公子，蓝湛呢？你究竟想干什么？韦英，修习邪道终归会付出代价，古往今来无一例外，此道损身更损心性。邪道？蓝二公子，我非摄取他人灵石又怎么算是邪道呢？我用的是符咒，习的是音律，这也算邪道吗？就算这也是邪道，损不损身，损多少，我最清楚。至于心性，我心我主，我自有数。有些事情根本不是你能控制住的。说到底，我心性如何，旁人怎么会知道？又关旁人什么事？魏无羡，蓝忘机，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跟我过不去是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你们姑苏蓝氏是谁？当真以为我不会反抗吗？蓝二公子，如今温乱未除，正是急需战力的时候，姑苏蓝氏的手又何必伸得太长？容江某说句不客气的话，就算要追究，也轮不到你们姑苏蓝氏插手。他跟谁走，也不会跟你走。
万主流，啊！江城公子，兰儿公子，我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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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饶了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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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兰儿公子，这是我们云梦江氏的家事，您请回吧。你在嘀嘀咕咕地说些什么呀？没什么。怎么样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清河参加朔日之争的决战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不然我回来干什么？更何况师姐还在清河。总算你还说了句人话。对了，师姐她怎么样？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远着点啊！谢谢。